车子要放慢一点，那放车要放靠板的，放车要放靠板的，放车要放靠板的，放绳要放慢一点，拉要拉快一点，拉要用力，放绳子要慢，拉用力，放绳子要慢，他车别再给我拖，放绳要放慢一点，放绳子要用力，不能直接把绳子放松，放车要放靠板的，爱好右轨，爱好刚才给你右轨。他有把你拉过去，我们棍子才会转动。哎，有那种鸟吗？说他带我前是一只鸟啊，他用他的气来讲。再20秒就好了，再20秒，用力拉，用力拉，放绳子要慢慢放。不会啦，才哦你。敲到了。进来。摸出来了，两个都摸出来。你看棍子都没有在转动，棍子没有转动就是没有用啊。玲珑摸出来了，你看棍子没有在转动，放绳子要用力。其实已经可以了。哇，手好酸。你看拿起来，然后已经冒出来的木炭屑有在冒烟，这个表示它就是可以的。那你做这么好呗。对对哦，要是我手也没去了。卫生纸再多点吧，卫生纸再多点。要加木屑，不要加木屑，卫生纸就好了。我来下面提嘞，提安呢，提卫边啊，卫边啊，加这个，这个我提。对。哇，脆的冰。哈哈哈哈哈。哦，就给我一个。从上面吗？给他训一下。在训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跟他散一散。啊，你若会去分到安尼，你就比如讲像安尼较平个，对不对？嗯。有。来，这就领，这就领，这就领。增加无空啊啦。来，再好呀。来，再拿过去，再拿过去。绳子给我好不好？绳子给我，稍微吹一下气，轻轻的吹气。吹。你叫你呢？你吹，轻轻哦。哦，乖。不要太快了，妈妈。吹掉啊！惊死！你对这边吹过啦？慢一点哦。笑啦！历史性的一刻。我要跟你讲哦，包括我们在吹气，都是生活学习的一部分。你讲那些本风，很毛基孙呢，还有智慧。那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去做过，你才知道会怎么做。你看换了板人跳，我会。你看得懂，但是你没有做，你不知道。有你讲有当分也那来。那我们在吹气的时候，你不能吸气，呛到嘛。啊，最好看到位置以后眼睛闭起来。对吧？啊，哪里换气型的？跟大家来，母亲姐，我们这边吸气。然后在我这边，给我讲，给我推出这一招。啊，你要自己找到一个好的方向。对。这个方向就不用谢欣祥跟你讲了。啊，你哪个边啊昏掉？你看边啊，你看那个空空掉一条昏。啊，吹气不要太用力，不能太用力哦。啊，等一下我跟你讲哦，那个烧起来的时候不要紧张，让它烧一下，要放到地上去叫。我有点膝盖了啦。哦，所以我们要烧起来那一刹那就好像玫瑰花，其实它是在累积能量跟累积足够的温度，温度够的话就烧起来。大概个什么？哦，好厉害！它不会沉积血，不会那就拍垮。美观啊，美观，玫瑰花，不行了，黄色的玫瑰花，帅耶！
我们去逛摩别墅。天哪，这是你最后的一刻。还有吗？有。对。三栋。这个小点。Gain 应该再加一些纸下去才对吧？真的要装吗？没有啦。有人发财了。搁提去纸来烧啦，阿狗我趁机休息。没了，你要丢吗？啊哇哇哇！太生火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太生火了！啊，陈佳玲，陈佳爱好啊，啊，烧掉啊！冇给烧掉。这这这这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考成绩。啊，你搞烧掉！哎，小心哦！哎，英文智慧，你要告诉老师公不检查？再拿去印就好了，麦茶。再拿去印就好了啦。没没了，哎，好酷哦！哎，更多。哎，真的还有字哎。没了啦，他洗了。有字啊。哎，就是打扰我生活。安尼有啥物？拍起来很帅，好不好？拍起来很帅。然后放在那个。这个也下去，这个也下去，这样好多哇！我们是在玩火吗？我的成绩烧成这样，多帅！老想说那臭脏。你去拿那个细的。还有细的。小心一点，风会吹哦。东西拿走吧，东西那边东西东西会吹，能走开能走开。天哪，我竟然还有成就感！小心，哦，小心，小心！电脑，电脑。啊，没火，快点吹！没火。有，一定还有，一定还有。有，还有，还有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那边还在上面。有，他在用了。幸好那一张没有囤积。好嘛。有没有想用嘞？